各位读者大家好，虽然我拍一个很小的东西，但是我现在是在物联音响展 AVID 的展间，那刚刚拍的是他们今年新推出的唱头，那底下是他们新推出的这个中国扩大机，另外呢，今年还有新的 EVO 的喇叭，好，现在播放的这个是 EVO 2的这个喇叭，这是 EVO 系列最大的，然后 2， 再下来旁边会有 EVO 3，4更小，那我想说，为什么没有 one？ 然后老板说这个，现在做到这样子了哈。那 EVO 2呢，是他们这个现在比较主打的 ，EVO 3现在比较主打的一个这个喇叭的款式。那比较高阶的，你看 EVO 3上面再看到 EVO 这个2的差别是旁边多了一个低音哈，所以低频又更强。对，老板御驾亲征哦，然后他自己还在那边换唱片，然后还在跟这个现场的这个来宾在解说。好，以上是 Yuri 总编辑在 AV 展间的报道。